卡拉卡布族人在河边举办祭典，布农族传承狩猎文化，全程现在彩绘墙上。高雄市观光局与纳马夏区公所合作，在达卡努瓦里设计一面彩绘墙，再加上萤火虫、水蜜桃等在地特色，成为全新的入口意象。好漂亮啊！好像整个我们达卡变得焕然一新，而且每一个人来这边，想要看什么呢？那边有一对螃蟹。老人家说想要把它拿出来拿来看，拿来煮这样，很逼真。纳马夏区公所表示，彩绘墙的设计是经过族人共同讨论，希望民众来到纳马夏旅游，不只是多一处打卡新景点，也能透过100多公尺的墙面认识当地的原民文化。那我们也利用这个墙面来强化我们在地的一个多元文化，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墙面有布农族，有卡拉卡布族。还有看到我们的一些水蜜桃、萤火虫，还有一些生态的特色。这几年其实也都有积极的投入相当多的建设，包括旧民权的国小椅子啦，达卡努瓦色的椅基的休憩设施，还有樱花公园和赏樱步道等等。透过资源的挹注，让纳马夏可以让给更多的人认识。观光局强调，近年市府也针对纳马夏区多项观光建设投入资源，希望行销纳马夏具族群特色的观光行程，让民众有更好的旅游体验。原新闻台高雄纳马夏采访报道。